这个队也是打很快，我觉得。我没有很紧张啊，我没有很紧张啊。我比较紧张，他打开游戏我就会紧张。你应该等一下换你转的时候，你应该会比较紧张。我会紧张啊，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就是想说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会打？可是你们平常不要盯着我的时候，我就会转得很好。我觉得皎皎也算是转珠强的啦，算是讲转珠强的女生了。欸，你知道上次那个直排之后，唐明明其实也蛮强。他是真的强，嗯，他会教我，就是他很强，但是他就是会看不下去我在干嘛。哦，他是因为真的太强了，嗯。他在呛你吗？谁？小二可以接受男友长得像陈汉典吗？哦，这个已经哎，傻眼！你换个梗好不好？这个已经太多人讲了。我的为什么没成就？啊，因为他成就坏掉了，所以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成就，这一次成就取消啊。神魔安妹，他打很多惊叹号。嗯 ，M O V 说：“巧巧，这不是平常的许哥，很多惊叹号这样。”哪里不是？我只是比较认真在。还我原本的小许惊叹号。我是专心在打关卡，好不好？我让给你们机会跟巧巧聊天呢。婕妤，谢谢婕妤。哎，好，有女生，有真的有女生、啊，是她推荐来示范一对。哎，我最强的，我现在最依赖的队，本来只有就是毛苍井那队，就是头尾都放那个八风王。哎，那很久以前的队，我知道，我之前都很依赖他。自从我那时候有那一队之后，我就什么关卡用那个，打不过的我就直接放弃。然后后来最近就觉得不行这样子，我最近又很认真管理工会，所以我就叫我弟又帮我组队。我现在就有纳兹的队跟那个智障女神，智障女神很强哎、欸，真的是做坏了，她超级不智障的、啊，就是十五秒转珠超、嗯、超，就是因为她时间很长，我就很不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也是有在玩的啊，就不紧张啊，就会觉得哦，好像比较多时间。平常的小许，这次你要扮什么角色？没有，我跟上次一样。毛苍井。嗯，毛苍井一样是解放后的毛苍井。来去打什么？你平常八加九吗？今天的许先生就不八加九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平常也是不八加九，不要听他们乱讲。小许干脆下桌换韩寒儿。哎、欸，你认识韩寒哦？他说的应该不是那个，对，应该不同人，是吗？嗯，应该不同人，也是神魔的、啊。不是，他讲的应该是别人。嗯，对，是我其他朋友。哦，小乔，我一定会。谢谢林叔叔。好，这对很简单啊。好、哦，这对。智障太猛了，对啊，好强哦。小乔知道迪奥吗？知道，怎么了？